造福。慈济志工曾维敏演绎火宅浴，宛如在演自己的人生，就跟火宅地狱一样，一心只追求欲望。三年前的一场大病，终于领悟到正确的方向。我这一辈子被贪嗔痴所迷惑，所以我很注意上人所写的每一句话，所以我用戒定慧来控制我的贪嗔痴，能够不起心动念，定就是能够临危不乱，慧就是运心转境，顺境要多感恩，逆境我真的要多善悔，多善解。菩萨悲智化有情，如有难人能隐藏。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关山慈院两位新受证大医王把握因缘走进慈济，承担更多使命。我本身有在吃素啊，借由这个因缘啊，让我更投入，成为他们的助力。慈济这个大家庭，然后更想要以后就是跟着大家做更多的事，帮助更多的人，为我们能力范围所及，我们就尽全力去做。慈济志工林淑燕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，心念改变，翻转人生。我不是最苦的那一个，我也有能力帮助人。我的母亲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典，都在提示我们过去的因，现在的果，所以要努力写好自己的剧本。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发心立愿，善念汇聚，灰金沟的微光点点照亮人间。其实呢，爱的能量就如这样，那一张张的、一叠叠的捡起来，就很扎实了。而且呢，少不了这样的一个个铜板。总而言之啦，这大小啦、抓张银角啊，总是代名词。一个最实在的就是爱，那一份的爱心，点滴汇合起来，那可以呢，普救天下。选黄梦金、钟江波，台东报道。